吃完了。我的原则就是不让喝醉酒的付钱。对于赵长泽院长可能担任孙前总统副手有什么看法？赵长泽对你来说是强劲的敌手啊。昨天品味新闻说我们的民调落后了十个百分比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明天就是改变的日子，明天走。这个，有主任年轻的时候。陈家骥，主任，我爱你。下人当地时代。动用一切重新来了，只要你只要我心头抓紧，来唱着咱的歌。吃饭吗？就是钟瑶在这出戏里面是我的女朋友，这位是谢盈萱，也是我女友。马上第一天就有吻戏耶，我觉得是一种情侣之间的一种状态啊，就是好像也不用特别说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样？好像没有吧？对，我们两个好像没讲，对不对？就是脸凑过去的时候，对方就知道。这一次的这个女同志的角色很不一样的是，导演希望不要有太多性别之分，在工作上，在性格上，在互相依赖保护的状态之下是非常平衡的关系。我是给你买个单哦，请问是？哎，我来，我家要调皮，把我酒拿过来了。你好帅啊！我的原则就是不让喝醉酒的付钱。我们这次在《人选之人之造浪者》里面饰演的是陈家骥，还有吴芳婷，是一对夫妻。这个角色其实跟我的个性蛮不一样的，他是属于那种比较成熟、有主见、蛮理性的角色。爸爸都没有在站正队。他其实是理解他的，就是因为理解他，所以他才愿意跟他用芳婷的方式一步一步引导他。一起去解决他们面对的困难，应该没办法吧。我跟嘉欣最大的不同是我已经搞清楚这个议题是什么了。他俩曾经有没有搞清楚议题是什么？那是好几年前。但我的个性就是我喜欢把话讲开，我不喜欢有东西憋在心里面，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就是一定要解决。这个老婆在吗？